10月23日，华为在深圳召开 5G 终端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，正式推出了华为 Mate 30系列 5G 版。华为 Mate 30 5G 正面采用 6.62 英寸 OLED 全面屏，分辨率为2340×1080像素，整体四边等宽非常窄，支持屏内指纹解锁。配色方面，华为 Mate 30 5G 具有星河银、罗兰紫、翡冷翠、亮黑色、丹霞橙、青山黛等六个各不相同的配色版本。与其他厂商的 5G 手机不同，华为 Mate 30系列手机是目前唯一的 5G SoC 手机，同时也支持 NSA、SA 两种组网方式。在频段方面， Mate 30系列 5G 手机支持 N79、N78、N77、N41、N38、N27、N3 及 N1 多个频段。在双卡双待方面，华为 Mate 30系列 5G 手机也支持 5G 加 4G 双卡双待。拍照方面，华为 Mate 30系列配备了新一代徕卡超感光相机，其中 Mate 30是1600万像素超广角、4000万像素广角和800万像素长焦，支持3倍光变、5倍混合变焦、30倍数码变焦，前置2400万自拍镜头。华为 Mate 30 Pro 配备超感光徕卡电影四摄，包含1枚4000万像素的电影摄像头、1枚4000万像素的超感光摄像头、1枚800万像素的长焦摄像头以及 3D 深感镜头，电池容量为4200毫安。售价方面，华为 Mate 30 8GB 加 128GB 版售价4999元，8GB 加 256GB 版售价5499元，华为 Mate 30 Pro 8加 256GB 版售价6899元，8加 512GB 版售价7899元。好了，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，更多有趣高端资讯就在智能界，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受众测频道免费收听优酷品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。